到了。小时候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，就会对着他说。徐总监要是不觉得幼稚的话，也可以试试。18岁的许清幽吗？我是10年后的你。从小到大，大家都夸你乖巧、听话、懂事，但只有我知道，那是你最讨厌的形容词。所以大学选专业，后来工作、婚姻，你都想要自己做选择，因为你不希望你的人生一直被别人安排。可惜做自己只是小孩子的权利吧，长大以后反倒没有那些资格。可是按照别人的期待而活，还是你的人生吗？其实我觉得想要自己好好生活挺难的，要被人左右，还希望大家都能理解你。对不起，我其实想跟你说点开心的事，但抱歉，最近实在没有。你可下来！我是谁？您不认识啊？你是小区的吗？我当然是这个小区的啦。你家住几号楼？你猜。我给你表演一个小节目吧，其实我还是很厉害的。1 2 3 4，一些快下来，快下来！不必明白，头发随风，快！才这么精彩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认识他吗？啊？我不认识他。哎，别走啊！你小伙子，你别走。当时我给他打电话，我一叫他就来了。年轻人呐，吵架可以理解。你让一个姑娘家喝闷酒，这不爷们儿啊？我，女人心呐，海底针。这男人啊，要留住女人心，不能光靠脸蛋儿。赶紧把他带回家吧！啊，快，还挺简单啊。离我们3.5米，戴白色泳镜，这男的不错，适合你，上。不喜欢，可以的。这出水的，这不错，这极品。哎，你看，这不错，不错，这个啊，就他了，快去。总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话应该问问徐总监吧。又来找我聊工作？我听不懂莫总什么意思。只有您能来游泳，我们不可以吗？
我记得徐总监好像不会游泳吧？我是来教他游泳的。走啊。以为他要走了呢，要不然我就先走了，他在这我也别扭。刷一次卡好贵呢，我再游一圈，你等我。我也不会游啊。哎，美女。你怎么不下去？啊，我不会游泳。看你那么瘦，平时应该很少锻炼吧？嗯。今天过来陪朋友一起玩。你经常锻炼吗？许清幽，过来一下。啊，我先走了。啊。莫总找我什么事？还能有什么事？绿落事件之后，乐蜜 APP 的日活数据有没有受影响？有，不过是正面影响，不减反增，增长了140到150之间。那月活呢？莫总确定要现在跟我聊工作？我的时间分秒必争，就在这儿聊。这话不是徐总监说的吗？抱歉，说要回报把我拉过来的也是你，说道歉的还是你，要不然你就做到绝情，要不然你就做到手下留情，现在道歉何必呢？是，何必呢？嗯，你今天很奇怪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入行十年，就在今天，又做了一次不近人情的决定。然后呢？内心有愧？理智上，我认为我做了最正确的决定。可情感上，当初乐蜜优化结构的时候，我去找过你。那个时候你跟我说，淘汰是物竞天择，慈悲放在工作场合不合适。你知道吗？你不近人情的时候真的特别招人讨厌。但是后来我想想，你说的也没错，为了大局，人情确实应该摒弃。所以你既然已经做了理智上正确的决定，那么情感上就不要苛责自己。所以说徐总监是认可我当初做的决定了？嗯，一点点吧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再陪我去玩个刺激的。看你尖叫很解压，我来安排。